这一区就是我们植物森林的一个概念。我们会利用植物不同的特性，像这边有果树，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种植，一个空间我们都能够完整的利用，然后也利用植物特性是完全不会有浪费的。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农夫做得越来越轻松。人家你看哦，这边爸爸种了这么多菜，爸爸都照顾得很好哦，以后这些菜都要交给你再顾咯，好不好啊？哈，再走。2016年11月底，正是秋冬交替的季节，空气中夹带着些许凉意。早晨6点钟，天刚亮起，陈帅之就已经换好工作服，简单梳洗，精神饱满地准备上工。我们现在正在碾米，因为我们宜兰啊，一年啊只有一期做的米，所以我们必须把一年的米，就是我们都要把它收藏起来。所以当我们采收后以后，我们就把它进入10度以下的低温来储藏，它就像冬眠一样，它就停止它的代谢或减缓它的代谢的速度，让它的米呢能够保持在它的新鲜度。当要使用的时候，我们才拿出来退冰，然后才拿来碾制。所以每个人客人拿到我们的米，就像刚刚从采收下来的新鲜的米的口感一样。我们自己有一台这个有机的专用的碾米机，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套吸料系统，它是跟以前传统式的是一种斗升式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吸料系统吸完以后，这里面没有一颗就不会残留任何的米粒。那传统斗升式的话，它在它机械的构造里面都会卡了很多的一些米粒，所以很容易被污染。为了严格控管品质，从米的生产、碾制到包装作业一贯化，完全不假他人之手。陈帅之说，虽然米厂的设备投资大，但是既然要做有机，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就必须更加谨慎。我们的有机米其实就是很辛苦，一整年就是收成了以后没有喷农药，好不容易有的收成。可是如果去给一般的碾米的话，可能会被人家在这个不管是斗升器或碾米机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残留，那就被人家污染到，这样子我们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这就是我们碾出来的糙米，所以其实我们碾出来的糙米呢，你看，你可以闻闻看它的味道，它本身就有一个就是新鲜米的一个香气。因为稻壳其实就是这个米天然的保护层，就像它的一个外衣的一个保护一样，在稻谷里面，其实它就像好像我们在被窝里面睡觉，也还没被唤醒，在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它的代谢的速度相对比较慢，而且也比较不容易被虫啊，或是被其他的东西所迫害掉，所以它的米才能够，包括它的香气跟所有东西，能够完整的保留在这个米的里面。今年35岁的陈帅之，原来在台湾的电子业公司上班，在2010年被派驻中国，但是不习惯当地的应酬文化与职场竞争，2012年决定回到宜兰三星乡老家，钻入农业生产的平淡生活。原本在大陆是做汽车零件跟那个电子产业，那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高度污染，而且因为那边的商业特性就是常常需要应酬啊，并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爸那时候其实他已经年纪也慢慢比较大了，他在这边其实已经有机种了很多年，问我要不要回来。我觉得台湾农业算是一个微型创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那所以那时候想说，以前都很拼命的在帮其他的老板赚钱，那我觉得那不如自己来试试看，那我们就选择农业当做自己创业的这条路。宜兰县三星乡是南洋平原地势最高的地方，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湿润多雨的气候加上南洋溪的丰沛水源，孕育出千亩良田。这个丰饶之地随时都在向离家的游子招手，只要回乡就有依靠的地方。他是林东海，今年44岁，是三星乡农家子弟，国中毕业后就出外当西餐学徒，后来开了一间西餐厅，却因为经营不善赔了将近600万。为了还清债务，在13年前他决定回到三星老家，卷起裤管下田。我大概是民国92年回乡开始从农，在之前我是一个厨师，然后就是因为经历，就是自己开过西餐厅，然后也经过一些天灾，就是921，然后后来在 SARS 之前就把店顶掉，因为赔一些钱，然后后来就是有一点负债，所以说才回来农村务农这一块。其实哈，回乡从农除了还债以外，把小孩养大以外，这个比较现实面，可是我觉得可以试着去改变。这个是我们的中药的丹参，这个大概在4年前哈，我们农会那时候就是介绍我们去花莲改良场，跟一个博士有没有，就是来拿这个，本来这个是只是说要试试看嘛，因为中药材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中药材我们90%几都是从大陆进口，啊，我们那时候想说，台湾怎么可能可以种出中药材出来？啊，只是说抱着说试试看的那个想法，就说好，不然就试试看。这个丹参在我们宜兰地区，大概我们就是在9月到12月这个时候，其实它是整。博士跟我们讲是说他整年度都可以种，整年度12个月都可以种，可是就是收成的时候尽量避开雨水，像我们今天来采收就是因为这几天下雨，他不是说怕雨水，而是说怕这个土会黏太多很难收成，所以说我们会避开就是宜兰的雨季啊，然后他大概就是10个月到12个月就可以，你哪时候种就开始数，就是10到12个月，最多就1年左右，然后它成熟就是旁边的这个花梗已经开始在谢了，好，啊，它的花是种下去大概45天就开始一直开花，开到它开始谢花为止，它不会停，包括它现在已经够成熟了，它还是会继续长花，它这个花是不停的，而且是紫色的，谢了就表示它已经够成熟了，啊，够成熟你就赶快采，它的叶子有点像薄荷叶，圆圆的这样子，这个叶子。一般人刚开始，如果你只有拿出一个叶子的话，他会觉得真的很像一个薄荷的叶子。可是这个是它是属于生科的，所以说只是长得很像。丹参因为有丹红色的肥根，所以又叫红参，是很有经济价值的保健作物。台湾90%以上的丹参都是从中国进口。为了推动保健作物的发展，花莲农业改良场培育适合在地种植的品种，并且与农民合作。林东海就是在2011年时，先利用2分地作为宜兰的示范田区。本来他以惯性农法种植，为了与进口作物不同，在第2年开始转为有机栽种，提供本土的安全无毒丹参。丹参这个作物的话，其实他比较喜欢说就是。比较潮湿一点，
雨水多一点。像这个丹参，它是红色的人参，它其实就是在心血管这一块，然后在我们宜兰地区，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种成，你看，又红又漂亮又大颗。其实我们最主要丹参，它的主干最起码有像你看我的中指这么粗，跟我的中指或是食指也可以，最起码要有这么粗，哦，接近一公分的直径这样子。越红，代表它的成分越高越好。然后它去煮的话，会整锅它会像吃麻辣火锅这样子，整个是红彤彤的。然后你不要怕它那么红，其实它就是要越红越好。我觉得说，既然是有一个药字，一定要做到有机，不然人家喝下去这个东西，如果你还是可以喷农药的话，我们不要说它有药效功能，而是说这样子的话对一个消费者是不好的。他是陈帅之的父亲陈刚贤，2000年时教职退休后，在宜兰三星买地接触友善耕作。由于他体认到外面环境被工业污染的体无完肤，所以一定要守住自家的田间环境，就算少一点收成，至少身体可以安全无虑。拔掉，可是你拔掉完全没有叶子。不会，因为那个拔掉，你长这边它就生长树跑那么过去啊，因为这个还有芽点呢、啊。可是它没有芽点。应该有了，有芽点。如果这个死掉，种一颗那个大果水蜜桃。对啊，种一颗自己吃。它现在有一个适合平地的那个，我那天遇到那个水蜜桃公主，她说有一个适合那个就是种平地的水蜜桃，然后我们这边温室的话温差够大，这样应该是种了起来。所以日夜温差超过在温室里面应该可以超过12-15度嘛，这样的话它的结果期应该是种了起来。其实我这样子一直存活力很高啊。我刚好回来的时候，其实这边还不是很多人都在种有机。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在讨论说啊，那我们到底要我是不是要做一些惯性的赚，就是多赚一点钱，至少我们有钱过生活。然后我爸就很坚决的说，如果你要做要喷农药的，你要去就是走到那个混化学的这条路的话，那你就不要在这边了，你就回去工作，你这边也不要给你住了。就是当我们刚开始回来，根本还没找到方向的时候，其实我爸算是一个，一个灯塔。其实他想回来的时候，我原开始不支持的。原来他上班，他的那个收入跟你又从农的收入是，他是没办法比较的。他的耗费的体力那是更多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不乐观。他每一次派到大陆去，然后回来以后，就是要不然就满脸的青春痘，然后满背啊都是那个，反正就长得，我说那个整个啊，看得实在也很可怜。他说他就是常常应酬啊，应酬的时候就喝酒啊，然后时间上都很差。那后来说好了，如果说你想回来的话，那你就自己要先考虑清楚。陈帅之听从父亲的话，毅然走上友善耕作的道路。当然，爸爸陈刚贤深知这条道路的辛苦，所以不仅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更以行动来帮忙农田里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有机的宝贝，因为这等于我们的员工，每逢我们菜采收完毕以后，就把鸡放进来，它就吃它的叶菜的那个菜渣，还有土里面的一些小虫，稻米剩下的A 的那个米糠啊，那吃完以后，然后顺便它在这边活动好几天，它的粪便会排一次在我们的土里面，完了以后，我们再把它翻耕以后，那这个整个这个菜的本身土壤的养分它就非常好，
哦，所以我们称它是我们的工作伙伴，那叫工作鸡。每年的秋冬，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北季风常把宜兰笼罩成灰蒙蒙的一片，而且无日不雨。有的农夫以休耕因应，有的农夫会趁着雨势稍缓，把握机会种植新的作物。陈帅之就属于后者。现在种的是玉米跟玉米笋，然后还有等一下还会种一些罗曼生菜类的东西。大家在玉米的话，那个虫害会非常严重，那所以我们种莴苣类，把它种在外围，外围的话就是让虫害它进来，从外围要进来的时候，它先遇到莴苣类，那就不觉得不是它喜欢吃的作物，它就比较不会一直长驱直入的到我们的田区里面来，就是繁殖下一代。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达到一个寄避作用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使用任何的一些防治的资材或任何的农药跟化学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蔬菜种得非常漂亮。那这是一个蒲门种植的一个概念。大概我们目前在主要在耕作的大概有六间温室，所以我们在蒲门在整个系统的设计就是从那个0到5区的概念，越小的数字就是被它光明密度越高。像这个一区是蔬菜类的，我们每天都要可能要浇水要种植，它的轮作序比较快。那五区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是比较维持比较原始自然的一个状态，让这个生物它有一个栖息的一个空间。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区就是我们就是蒲门市种植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食物森林的一个概念。我们会利用植物不同的特性，像这边有果树，它有一个比较高的部分，然后它底下的地方我们下面可以再继续其他的作物，然后这是一个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种植。然后右边这边看到这边是有这个水果小黄瓜，然后有这个番茄，等于是它直立式的空间，我们可以种一些就是爬藤性的作物，然后下面这边不会影响阳光的地方，然后我们种这个是花彩色花椰菜，然后青花笋，就是我们利用这样子不同的一个渐层式的一个种法，然后所以一间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东西，一个空间我们都能够完整的利用，然后也利用植物特性是完全不会有浪费的。蒲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农夫做得越来越轻松。蒲门农法起源于澳洲，主要是以集约的方式，在有限的空间时间里种植多种作物，并且透过原生态自然的循环模式来设计农场，让人类回到与自然间的共生共存，因此又被称为永续生活设计。这是陈帅之经历3年摸索才找到的适合自己的农耕方法。2016年是第4年的种植，农场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不料在9月间受到梅季台风扑及，这是宜兰农民每年都要经历的考验。我们现在在用那个我们之前倒掉的温室的废的一些旧材料，再盖一个鸡的暂时的临时住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利用温室的空间。我们原本有2分地的温室，那后来这次梅季台风，其实2分地温室，一间是这一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全倒。那刚刚右边那边我们之前在温室做的，那是整个屋顶都被掀掉，我们要重新再修复的。每年呢、只要是台风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农夫都是战战兢兢啊，那就不知道到底这次台风来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因为当时我们回来以后遇到第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台风，我们好不容易把毕生的积蓄就是建了温室，然后开始生产，可是在一夜之间就是世界又变了，又打回原形。那时候我只记得我老婆就很沮丧的跟问了我一句话，说你真的想要每年都过这样子一个生活吗？就是每年都担心台风来的时候你要从头来过吗？其实台风真的动摇了就是我家人的信心，尤其我爸妈他们更担心。我今年他那么惨了，我看他都没有低落过。我本来是趁机跟他说，你就干脆全部拆掉，就不要再建，不要再投资了。我看他还是兴致勃勃。
陈帅之并没有因灾损而退却，反而燃烧年轻的斗志，寻找克服的方法。他特地前往也在三星乡盖温室的前辈林东海那里请益。哎，三，哎，这创啥？一盘草甲顺长啊，系啊。哎，你即个阮洪太啊，你即个无安怎甲你讨论一下？我想我即摆要顶起嘛。嗯。对啊，所以想要问一下你这边怎么用，有给我一些建议啊。其实这一间的建筑结构稳固，较硬，所以说这一块我们还是会很强调的，主结构还是要用强壮一点，因为如果没有主结构没有受损，你说网子破、帆布破、马把它坏掉，那个都是小钱嘛。主结构倒下去，你什么都没有。刚回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也什么都不会，那一直到有了就是百大青农这样的一个辅导师的计划以后，才跟他真正搭上线。东海其实他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老师，因为他其实他不会藏私，就是他知道的东西都会告诉我们，来分享给我们。他的资源会找到很多的专家，就是农改场、农事所的专家老师，然后拜托他们到我的田里面来进行诊断，然后来给我技术辅导。我就会跟你讲，像这个分流，它大概可以减三分之一的水量。因为宜兰的鱼可以一天下一千多公里，所以说很可怕。啊，然后这个是用老硬体、硬地构，就这样子做分流。不然虽然很短，五十米的长度，这样子的水槽，这个水槽已经给加大了，可是还是分流不完。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分流的动作。这个一般的设施是没有人在做分流，可是宜兰地区不能不做分流。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师什么师不师徒啦，其实我觉得，因为很努力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也很有想法的人，如果我懂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去跟他去做讨论啊，然后去分享。我们宜兰算不错嘞，除了帅之这一些，我们的青农回来哈，第一个他们都是很努力啊，真的是也很上进。除了可以做传承，再来就是又可以创新。我们都说他们是鲑鱼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懂的东西给他们，可以做得到的地方，我们就尽量去做辅导，或是去一起共享这些资源，这样子的。2013年，陈帅之参加农委会的百位农村青年辅导专案时，林东海是农改场特地安排的指导师。然而，投入有机种植，除了技术指导，这些新手农夫还要面临产量与销售的考验。因此在2014年，陈帅之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有机友善农业合作社。一月份的那个中稻出货的部分，那由盛宏这边来那个统计，然后而且我们可能还要确认一下12月份出货的，像小学就24，然后跟如果你康乃尔可以，你就把康乃尔先吃下来，要、啊、不然你就先吃康乃尔跟那个小学可以吗？康乃尔加小学可不可以？没办法，小学那么多，现在是差礼拜一、礼拜三，十二月份，十二月份的礼拜一、礼拜三没有办法这样。礼拜十一月，因为我是固定礼拜四、啊。意思可是意思是礼拜二啊，对啊，就礼拜三补贴啦，不然怎么办？那我们合作最主要做的什么？是要剩余经济，就是这些农友种的东西种的突然变很多，种到我已经卖不完了，那怎么办？那些东西去哪里？那我们合作社就提供这样子的一个通路的一个服务。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小农，我想要去接一个大单，可是每一个小农一年都只有一点点的东西，我根本接不到单啊。那借由大家的这些剩余的东西量都很大，然后总量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媒合到更大的通路，可以媒合到更多更好的厂商。有机友善合作社的营运模式是将通路所得的一部分作为管销及营运的服务费，其他皆为农友个人所得。同时合作社也能帮助社员申请农业补助，
配合政府做推广宣传有机理念，透过结盟打团体战的方式壮大力量。目前的话大概有32个社员，一开始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些好朋友开始，像我的师父那个东海大哥，然后我的徒弟盛宏，然后跟盛宏的一些朋友，就是由这个样人脉关系，我们这个组织其实是由一个人脉关系展出去的。以前我们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唯一的通路就是学童营养午餐，可是合作社慢慢的会算是他会慢慢的帮我们建立一些通路，譬如说中道中学，然后一些幼儿园啊幼稚园，那还有一些像全联，他也是像直接跟我们谈，还有台北的拍卖的市集，他有设一个有机的专区，因为我是觉得大家都还蛮有人情味的，遇到状况的话大家都会在一起去支援，这样接起来力量也比较大了，是觉得这样子的互助还不错。回乡务农在这几年已经是青年的就业选项之一，陈帅之务农的第三年就已经从徒弟变师傅，他协助这位刚投入农业的合作社新成员黄盛宏，希望他的从农路更顺遂。黄盛宏的田位于圆山乡，地理位置属于雪山山脉的南端，南边是兰阳溪上游，是宜兰的一块水源宝地。接连着一个月下雨，黄盛宏跟师父陈帅之一样，赶紧把握难得的好天气下田工作。我现在采收的这个是大陆妹，大陆妹大概种的话，我们都大概是10月份种，那它产期大概可以到，这是大概种的时间可以到明年清明节，对，然后那个大概2个月就可以采收了。现在的耕作的面积是大概一甲，这一块田区我们是用轮作的方式，现在算是可以采收啦，因为我们这次实验的是肥没有下那么大，主要是不要让它去抽胎，抽胎的话它那个里面这个芯它会卷起来，那我们现在就是用那个肥料的控制，尽量不要让它卷，它有一个完整性，那这样子会对我们有机农的话收入会比较增加一些。黄盛宏是土生土长的宜兰人，阿公与爸爸都务农，从小玩泥巴长大，直到大学才在外地念书，毕业后到台北工作，因为喜欢田园生活，在2014年时下定决心回乡接手家里的农田，从头开始做农夫。我是2014年回来的，那我之前是从事房屋中介，主要是土地的买卖啦，所以说我在做土地的买卖的时候，我有认识就是一些老农啊，或者是回乡的青农，那在这个的过程中，就让我想起以前跟阿公啊、爸爸他们在从事农业的这个相关的活动，那可是我毕竟还是没有从农的经验嘛，那我就在网路上就找了陈帅师那边，那我就待在那，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那边工作1年，就刚好也是春夏秋冬所有的作物也都可以学习到，那我就跟帅师就讲说我希望在这边工作1年啊，那你可以教我就尽量教我，因为我想要自己回来，那我在回来之前爸爸在这块土地上他已经转型无毒已经5年了，所以说我回来之后就直接做认证，有机的认证，那就踏进来就开始我的路程。我这个啥，这个是草木灰，然后它的用意就是
要改变那个土的里面的酸碱度啦，因为我们之前种的里面会偏酸性，那草木灰它本身是属于是碱性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它的那个土质。那我们在种植的过那个之前，我们有盖一些那个银黑布，那我们现在把它拉完之后，我们就会稍微整一下地，然后撒上这个草木灰。银黑布的话，我们盖的方式因为有两种，银色在上面的话会对植物生长的会比较好，好。然后黑色朝上的话，主要是里面有吸热，它可以吸热，所以说它会把杂草里面的一些虫卵啊，然后草的种子啊，就会把它杀掉。对，然后我们再把它翻开之后呢，那土就比较没有，就是没有杂，就没有杂草，而且它的土会比较松软。我们现在在定植，然后我们就是刚才已经有铺过那个草木灰了嘛，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定植的动作，然后这样子我们会让我们更快的种菜。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类似定植器嘛，那我们就是要种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一个，可是你的间距呢是不是没有办法去调？那我们这一台呢，已经都有经过就是设计，就是你的间距跟深度，还有一个排水的系统，我们都有间距到，所以在种植菜的方面的话，它的根系会就是会发展会比较好。像这样子的深度，还有它的间距，这间距是20公分，就很适合种那个莴苣类的菜。那如果是超过30公分的话，我们会有另外一台，然后。这一条是我们的排水系统，因为我们压下去的话，这个会有一个深度出来。那因为我们宜兰很常下雨，所以我们要做到它的排水系统会更好，所以这样子会方便它流到我们的在脚地那个在那个脚踩的地方。友善耕作很消磨人力与资金，农家出身的黄胜宏干脆仿效早期父祖辈务农时自制耕具的精神。他研发的这个打菜坑的工具，一次4列5行，节省了不少耕作时间。现在他跟2016年决定回农的弟弟，两人一组，一起耕种家传的土地。我是前两年的时候回来的，那退伍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那个金融保险业。那因为保险业这个行业呢，它的业绩压力是蛮重的，所以之后呢就想说，需不需要再换另外一个跑道，那刚好就是哥哥就也在从农从事有机的那个农业嘛，那他就询问我说想不想回来帮他，那我就想说那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职业啦，那我就想说那就回来试试看，这样那就一直做到现在。找弟弟回来是因为我们从小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包括连洗澡都在一起，然后他是最好的助手了嘛，你找别人有时候他做错你又不好意思讲，可是弟弟不一样，他做错事我可以马上骂他，不是因为他是弟弟，是因为工作上的态度我比较要求，对，所以说我会就是会要求他，可是然后他也比较静向，我比较动向，所以说他就是这样子一静一动的话，我讲出来他会就是马上做我所找的资料，然后他也会就是会帮我磨一下，这里面他怎么整理这个资料之后，我们再共同的讨论，所以他是我超级得力助手。俗话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有弟弟的人力支援，黄胜宏的田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有了雏形，甚至可以抽出一些时间研究出豆芽菜新的种植方式。我们先会把它，就是以适量的种子，大约30克，我们会把它装在袋子里面，在我们的真空袋底下之后，我们这里会打洞，让它有一排水，然后我们会找一个容器，容器旁边这里也会打洞，然后让它就是你在淋浴的时候，多余的水会排出来，
底下的这边水一样会留在瓶身里面。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加压的动作，让它的那个豆芽会往上撑，撑上去之后，它那个豆芽菜它会比较厚，不会像是细细长长。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已经有大概四天过程的豆芽菜。好，然后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原理，加压的原理，就可以让它的那个豆芽菜比较粗，然后也比较白一点。那我们大概加水的情况的话，我们会大概加一半，然后让这个水流自然的流下去，然后它会把之前的一些比较脏的，因为它会挥发一些东西出来，然后让它洗掉。洗掉之后呢，一样它的瓶身这里会留一些水，它会继续加压，然后多余的水分它就会流掉，这样子。这样我们是用山泉水，所以也是最干净。我从头到尾我的手都没有碰到这个豆芽菜，所以我们是最干净的。那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比较是简易型的，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会用一些比较大的暗房，或者一些的，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温控，用温控或者是湿度的控制，让豆芽菜会长得比较好。那我们这样子制作这样子的豆芽菜的话，其实它是最有自然的风味，对，比外面你吃到的更有豆芽菜的味道。夏季天气热，能够栽培的蔬菜种类不多，产量也少。黄胜红这种透过真空袋的种植方式，就不会受到季节的限制，全年都能生产，而且采收时间减半。他的研究能让他的收入有互补的经济价值。你要煮什么好料的？等下知道喽。哦。这个是凉拌小黄瓜，然后它其实很家常菜，很简单。这个是我自己的爸爸，他常常在小黄瓜的季节，他会做这个菜。因为我爸他做的很好吃，所以我也想让我先生这里的家人也尝到这个。这样的味道，全部刨成片之后就加一点盐，也不需要太多了。你就把它装，就是让它把有一个很深色的味道，它可以盐巴可以把它逼迫出来，它就会这样子有水分出来，把水把它。沥干抓掉之后就可以下刚才我们的蒜头，再加糖，然后醋，麻油可以下香麻油，也可以下黑芝麻，但黑芝麻我觉得对身体比较好。就这样，很简单，你也可以下一点点辣椒。切薄片的好处是你可以在当餐的时候，你第一道菜先做这道菜，那你最后的菜你全部完成以后，这道菜其实也可以吃了，它很快速，这样就完成了。啊，最后一道菜来了，来，爸爸妈妈吃饭，这是我们今天才采的那个大白菜，对啊，第一颗，今年的第一颗，终于可以吃到。凉拌小黄瓜是最简单的家常菜，也是陈帅之太太的餐桌记忆。但今年比较不同的是，这个水果小黄瓜是陈帅之第一次种植的新品种。这是那个、今年也是第一年是种那个水果小黄瓜，所以它水分特别多。它有没有就是比较短的那种，不是像外面那么长，而且没有刺，处理起来又比较好处理。还有瘦粉的。它这不用，这是那个以色列种的单位结果的。对啊，其实你看我们家也蛮不错的。你看，这个是爸爸菜园里面的丝瓜，我们的小黄瓜跟那个大白菜，然后全部的莲藕，对莲藕，其实，萝卜，所以我们一天所有要吃的蔬菜，其实
在我们的田里面，在我们出来十步以内的距离，全部都可以采集完成，然后都可以从产地到餐桌，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低碳旅程。最难得的就是一家人可以这样团聚啦，那这样子在自然的田园里面成长，然后一切都是最天然的，也是最健康的，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生最美丽的地方。桌上的菜肴都是从自家田里采收回来的，陈帅之很自豪这个产地到餐桌的距离。一顿温馨的晚餐时光，一家人在餐桌上话家常，三代同堂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是陈帅之回农最开心的事。我还一罐呢。每个星期六是陈帅之最忙碌的时候，天还没亮就得到温室里采收包装，准备到台北销售，这条线是他新开发的通路。是那个福利中心，那它是我们目前就是它跟全省的很多的小农有做一个那个农家直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你只要是自己是自己种植的东西，而且呢，第二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安全的一个认证。我们大概每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来这边补一些我们从农场直接采收新鲜的菜来这边。他们也觉得很方便，因为他们不用大老远跑到三星，他只要随时到附近一下来就可以拿到我们最好最新鲜的菜。这边算是我们后来就是又在就是新拓的一个通路的点，让我们能够有更多元的一个选择。整洁的市场跟友善作物相得益彰，这是连锁超市与小农结合的互利模式。小农可以直接将产品上架，降低中间商的剥削，而超商也可以透过小农的产品价值行销企业形象。没有，这很耐煮，这蹲完以后它就是外面有一层膜，所以它算是一个保护一样。好，再拿一包。能够年轻人愿意来投到这个有机菜，来让我们这一块土地能够再健康，而且让我们身体也健康。常常会跟他说啊，知道你们的菜真好吃，真的是好幸福哦。因为我很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种的，我去参观过他们的家，他们的农场。当然每个礼拜一定来买的，尤其是推荐他家的这个又便宜又棒的芝麻叶，又营养，特别特别的棒。哎，所以你是本来就认识他，还是来这边买的才认识他？我来了这边才认识他，然后我看他们夫妻两个非常的用心，所以我就特别的要照顾他们。农夫市集是陈帅之与消费者直接互动的重要平台，所以补充完超市的代售作物，他就直接赶到台北市的希望广场设摊。只要听到客人的赞美，他的心情可以好上一星期。是那个火龙果的果酱，过熟的或是有裂开的，或是像这个有没有太甜的被蚂蚁啊，或是被鸟吃的这些有被害果，可能在外面市场啊卖相比较不好的，那我们会选择拿来做果酱。果肉跟糖的部分，我们就会用1:1的比例去做，完全不要加任何的水，
那我们再经过那个，就是用果汁机把它打碎以后，然后用这个熬煮的方式，大概熬煮两个小时左右，让它收水，它就会变成稠，就会变成果酱的一个效果。我们一般小农大部分也没办法使用到像一些食品大厂用到杀菌釜啊这种高压或者是一台要几千万的设备，其实最简单每个人家里都有的东西就是只用电锅就可以了。我们把我们需要的这个果酱罐清洗干净以后，然后在这个电锅里面蒸，刚拿出来以后你倒盖，不要让细菌跑进去，然后装填完把它盖子盖起来，里面就会形成一个热充填的真空状况。那就第一个它有高糖，所以就不会有细菌的滋长。然后等你打开以后，因为我们没有加防腐剂，所以你尽量可能在三个月内就把它吃完。然后打开以后你必须要放冰箱，不开的话基本上你两年内基本上都两年到三年左右都不会有问题。这个小小的空间是合作社在2014年时获得政府补助所成立的农粮产品加工室，近年来小型农产加工正夯，而农作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保存期限。陈帅之努力地想透过农产升级的管道，保障合作社青农们的友善耕作收成。当回乡务农成为年轻人的工作选项，代表工商社会里出现逆向的思潮，这是落实永续农业的机会。这些年轻人不是要赚大钱，而是要在家乡过着钱买不到的富足生活。他们脚踏实地，身边都是家人，照顾得到父母，也可以抱着小孩做着传承梦。务农人生如此而已。陈家，你看哦，这边爸爸种了这么多菜，爸爸都照顾得很好哦。以后这些菜都要交给你再顾哦，好不好啊？哈，嗯。所以常常很多人笑我说，我们把钱全部都丢到土里面去。那到底为了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努力的时候会想说，到底为了什么？其实我们最后在想的是，其实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